偷偷关电脑看看他反应。李总，你怎么进来都不知道敲门呢？我老板，我不有办公室，我敲什么门呀？那你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那么着急干什么？哦，我这不着急午休嘛，这不快到时间了。给我看看，我也想看。那肯定不行啊，这种东西。万一两个人看更刺激呢？啊，不是，哎，不行，不，这肯定不行，这东西一个人看更有意思一点。给我。李总，那个我准备午休了，我要睡沙发了，你要不先出去吧？啊。啊！哎呦，我去！你身中人吗？干嘛呢你？不是，我有个文件在你的电脑里，我要看呢。你干嘛改密码呀？我就防你这样的。电脑给我。你告密码多少？我不说。不说是吧？找人破解去。哎，不是，李总，我下午还有个方案要改呢。你这把我电脑拿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有办法，等等。这给你。你就用这改方案吧。行，那个密码是6666啊。哎呀，日本的啊？对呀。这啥？铁甲小宝重制版啊！你小时候没看过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可爱看这个了。不是，你偷偷摸摸去看这？我这不害怕同事说我太幼稚吗？我跟你讲，这车轮滚滚真是太可爱了，我都想买个手办了。这都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这个给我留下，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不，喂、哎。